五开得东西多特别赏，尤其五号一起得十五门派金刚定魂财果，一个小时对不对？你一个号刷他妈十三关，人家五个号杀一百多关，人家杀七百多关，你杀十三关啊！而且你，老板，你有这种五开号应该都没有那种体验。你们就是十五门派、十八门派、十二门派最厉害的怪是哪个怪吗？我告诉你是狮驼岭，狮驼岭的小蝴蝶会他妈恶爆，可凶了。你疯了，杀七百多关，一个号一百多关，五个号不是七百多关吗？哎，相对于单开来加，他就是杀了七百多关啊！他们就是一回合，他们的时间全都浪费在跑的路上了。兄弟们，抽奖是。哎，对，你们如果号不够强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狮驼哪个门派最恶心了啊！除了十五门派最恶心的，一是狮驼岭，狮驼岭会让你捏对；第二个是化生寺。化生寺，当你攻击不够高，并且你没有固伤和法术的时候，大唐官府扫过去一百开掏，谁经历过这种痛苦啊？就十五门派化生寺那个大力金刚防御特别特别的高，地府的怪如果你没有感知的话，有两个怪有隐身啊。这些细节你们都体验不到吧？只有真正的梦幻平民玩家才能体验到啊！任务给大家带来的痛苦。啊